乐学堂。芊芊姐姐的牙好痛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去照照镜子。哦，我的脸怎么成这样啊？哎呀，肿得这么大呀！啊，不行不行，我得赶紧去找医生。走了走了。啊，嗨，丹鸟医生，我是芊芊姐姐。你看我的牙好痛，痛得我的脸都肿起来了。没关系的，芊芊姐姐，你等一下，我拿放大镜看一看就知道了。好，喂，嘿，芊芊姐姐，张大嘴巴。啊！哦，别动，拍张照。芊芊姐姐，我去把这张照片呢做成模具，这样好分析。你等我一下，马上就来。喂，好的，没问题。回特，芊芊姐姐，你看你左边的两颗大牙已经全部坏死了，都已经坏成这个样子了。哎呦，怪不得这么疼呢。那大鸟医生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这个一看呢，就是平常你在吃完甜品以后没有刷牙。哦，我吃了什么呢？你看这里有一个卡片，你看这上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会引起蛀牙的哟，你有没有吃过呢？哦，这些甜品，医生，我好像真的没有在吃完甜品之后及时刷牙过耶，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这个没问题，现在呢，我来告诉你怎样刷牙。你看，第一步呢，就是要先把牙膏挤到牙刷上面，然后上下刷，左右刷，刷过之后呢，哇哦，所有的细菌都会被赶跑了。最后一步一定要记得用水把嘴巴冲洗干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我现在就按你的方法先把牙刷干净。把牙膏挤到牙刷上，盖上盖子，一起来刷牙吧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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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左右刷，上下刷，上下刷完左右刷，哇，刷一刷，刷一刷，嘿，再刷一刷，哇，哦，刷好了。哦，朋友们，你们看，我的牙齿好了耶。哦，脸也不肿了，好棒啊！你也要记得保护牙齿，注意口腔卫生，小心蛀牙会找到你哦。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